观众朋友晚安，欢迎下午的两点钟收看《九四要赚钱，未来事件部》，我是晶晶。我们看下今天台股的状况，还是 AI 很强哈。今天的状况呢，伟创创了新高，而且收涨停，同时在今天广达也一度呢到了涨停之后还打开，最后收在270块钱，这一天涨的真的很多。跟我们的专家跟大家提醒到的一样哦，尤其是在今天，对这些股票呢，今天收盘都创最高，对，所以会员们应该都很开心了哈，老师。我那个广达08被结算的啦。哎呀，这样子是不是？哎呀，所以呢，接下来要怎么看？不过看到广达部分，它其实并没有收上这个空方的防守价，今天却还是喷出去了。对。还是因为主力心太多的关系吗？今天台指期结算一开始这个主力心态很难抓，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掌握到，有没有听到老师的说法呢？赶快请教华信证券投顾总经理谢文安分析师，欢迎您。好的，那么我想呢，今天呢，可能就一般投资朋友的角度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高兴得起来。来，我再来一遍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入会带枪投靠那个徐先生，我们给你报告过，他等于说呢，我假设了我有100万的资金啊，我帮他算过他的那个 percentage， 他等于说他有广达嘛？因为靠姐，我每天讲广达，因为一定买广达，只有2%，其他他今天还问我说，他航运类股怎么办？今天航运类股2609阳明破底，今天还失害，你都不知道破底哦。你看，很久没看航运股了，这是为什么？你跟谢老师操作的好处就在这里，不用烦恼太多的烦恼。对，你去做什么6153嘉联益，你在做那些股票干什么？还有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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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那叫什么？宏基电今天也破底啊，宏基资讯啊，还有麦达特、麦达康啊，你们到底？我只看广达、伟创，你心脏又痛了。等一下，你人家脖子今天已经贴闪光 pass 了，你不要再转了。真的，没有啦，我还是跟大家报告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啦。为什么你要找我谢文恩？因为很简单，我说过了，一般投顾老师他给你的 image 啦，好，就是每天都很热闹，每天都有涨停板，因为每天要追嘛。好，我现在问你啦，你的2328广宇嘞，你的5243以上嘞，你的2317鸿海的，干每次都破底。那我给你的一个所谓 image， 你看我的节目绝对不是一天，绝对不是两天，甚至你有时候是你朋友介绍你，因为我是 不买广告的啦。那么你想想看呢，我们之前我们的航运类股在前几年的时候，我们航运类股我阳明买在16块钱，长荣买在31块钱，万海买在9几块钱，台湾买7几块钱，我总共赚了563只的夜水涨停板，因为我是一直买，而且我节目那时候就讲这些，我说其他我都不管。好，其他什么天南地北我都不管，就好像我请问各位啊，这一波宏基资讯他也先涨过啊，那我跟你讲说我买宏基资讯没有嘛？可是，一般投顾老师，宏基资讯涨停板他一定有宏基资讯，麦达特涨停板他一定有麦达特涨停板。那我的做法就在于说哈，你今天你一个你不要再当什么两栖部队想游到龟山岛啦，你连一个老婆你都顾不好的，你要顾7、8个老婆，你以为你是我谢文恩这么有钱哦？他是蜈蚣脚。对，蜈蚣脚哈，那么没有了。除了恭喜我们今天呢，广达创收盘新高之外，其实呢又要恭喜另外一件事情了。我们今天期货真的是赚到爆炸了。好，开始慢慢讲喽。来，我们先讲第一通扣讯哦。今天早上呢，在9:03的时候，等于说呢，你们都知道呢 ，PM 盘它是跳水。星期你知道为什么跳水吗？因为我昨天有没有跟大家预告收盘小于 AC？ 有，没有头剁下给你当椅子坐？有，写得很清楚在旁边。对，昨天的时候外资期货买7000多口，我跟你讲收盘小于 AC， 结果 PM 盘暴跌，暴跌，看到没？暴跌，我看这主力真的。你们好，真的，我是建议大家啦，你真的去下载我的软体，不然你就真的不要做。我请问各位哦，当你看到外资期货买的7000多口，当你看到昨天外资好像现货是买是卖，我也不在乎啦，好像只买了39亿啦，你可能看到 PM 盘一吉拉，你想要做多。可是你当你看到吉拉想要做多的时候，你麻烦问一下那一群王八蛋。好，我所谓王八蛋就主力嘛，你自己想想看吧。PM 盘主力全部在放空，全部在放空，这是为什么？今天早上 AM 盘它出现往下的夜水跳水，可是来喽，当它出现往下跳水的夜水时候，麻烦看一下主力心态。老师哟，在这边啦，你不要紧张啦，老师，这有东西哦，有东西哦，靠一下。红色就是红色，绿色就是绿色。哦、只是一开始的时候，主力在想说啊，今天要结算，不用管那么多，好，赶紧煮哦。不管结算，既然主力心态他马的是多，他是多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跟我会员沟通的时候不能用他马的，他是多了，他是多，所以说我们309这边买，好，买，我们309买，好，所以309这笔单我先赚100点。好，那又回到一个所谓的原点哈，我们上个礼拜也是全胜了，基本上哈，你说109个礼拜，我有时候觉得哈。
没有啦，因为晶晶可能他手中有广达，不要讲可能，应该有广达，随便 whatever 啦。对，所以那么呢，你们可能觉得说，哦，广达好棒哦，可是我是有时候觉得哈，你如果说你愿意把杠杆再拉高一点的话，你可能会赚更多。我举个例子好了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广达期货，因为没办法，因为我是广达08，那我们大概赚了1.1倍。是，哎，我什么时候买的？我是前天买的，今天大前天，对，转去做期货，对，转去做期货，对，转去做期货，因为我认为期货比较快。然后呢，这样子我们就赚了1.1倍。然后我今天呢，我有买3035智元，好，智元，那我买最低哦，我传真稿可以买最低啦，没有，我不会说谎的啦，我传真稿真的买最低啦，可是杀下来靠腰找到自己就这样杀下，干谁敢买？吓一跳哦，真的。然后没有，你说老师做事情没有，等一下，如果传真稿没有买最低，我想传真稿，好，如果没有传真稿没有买最低，我头都来给你帮你做。可是呢，我今天智元期货哈，我说真的，我买了半山腰，我赚了11%。我就赚11%。好了，先不管这个东西啦。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？还是老话一句哈，你一定要先看得懂方向。好，我可能每天我们讲股票太快了，因为有会员反映说我们讲股票太快。那我们上个礼拜绩效就不要讲好吗？为什么哈？你要拥有一个主力心态，因为主力做手真是他妈的，这群王八蛋永远都比你少知道。那更重要的，所以重点，我为什么我一天期货我可以捞快要200点哦？哎，200点是40000块哦，40000块再除以20万，我帮你赚了20%。哎，你今天广达，除非从跌停到涨停板了，不然有20%吗？没有20%，不可能。可是期货今天一天我就帮你赚了20%，我们怎么做到的？基本上哈，经典进来，来哦，这阵子好，没有时间看上礼拜，来上礼拜全胜哦，全胜没问题哦，全胜没问题哦，啊，我先给大家看一张非常经典的图，你们一块快哭死，快哭死，来今天来，我们先跳来，这是经典在哪一张？来这哎，经典是这样，来经典这张，来哎，怎么不见？好，来这张，今天做多放空，这今天的主力心太多做多，可是如果我没有主力心态，我一定放空。啊，当然看到这个样子，我10:58发出这通call讯，然后大概11:30来，等于说我的做法就这样子哈，他只要一成交，我马上截图。是，你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？好，我问你哈，当你看到急杀破平台颈线，你跑去放空，一定的啊，大部分人对，你赔60点。市场上它是一个标标准准的 zero sum game 零和赛局，有人赚钱，有人就赔钱。好，有人赚钱，有人就赔钱。好，我讲第二件事情，我跟大家发誓，我的会员里面至少有一半不敢下单。第一个，他已经很晚了，已经大概12点，快12点，快12点，就是我飞完连线，快12点，想说啊，想说哎，不要，对啊，就午盘了。是，老张你也敢绑我去嘞？对，因为午盘了。我停损设4点而已。但这不能胡乱的，我提前设4点而已。324320，对耶，换60点，12000。好，来开始讲这礼拜了。好，讲这礼拜了。好，开始哦。所以说这是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最主要原因，因为哈，我发现一般投资朋友你们期货赚不到钱，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说，你们看到急杀会把多单停损反手放空。可是你忘了那一群王八蛋的主力作手，他一天就只会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向。那还是老话一句，我的节目不用激动，我的节目也不用打别人。我知道有很多投顾老师很喜欢打我嘛，因为他知道我就是做 AI 嘛，啊，看到广达跌就说叫你找他。你们哈，七月到了，你千万不要去找鬼拿药单。你找鬼拿药单，不是说鬼治不好你啦。因为可以接下来讲一下，而且拿药单自投罗网啦，不是因为鬼写的药单你也看不懂，因为是鬼画符，鬼画符是，好啦，没有啦，还是要找对人啦，对不对？找人找对，没有，我这个人哈，我要打，没有，我打投顾老师，我是全部打了，就是一群都混蛋，都骗子嘛，没有，我先拿出我的预测。没有，因为我很痛恨人家带枪投靠，因为我说是啊，我之前在家投顾老师干。你自己你要选一选最帅的嘛，你去选那些鬼干什么？好，我开始慢慢讲了。8月11号礼拜几？随便的。哎，好了，从礼拜一开始啊。8月11号礼拜五啦，礼拜五外资买了2767口。上礼拜五，我说那时候因为收盘小 AC，所以说学起来。
所以说股市操作 SOP， 你说老师，反正我没无时无刻都可以索取，对。可是问题，你难道不想赶快拿到驾照吗？你不要跟我讲说你的技术很好，你没驾照被抓到就是罚6000到12000。你技术很好，现在最新的法规听说你只要超速高达30到40公里，你会被吊牌。吊不是吊你的牌哦，吊车牌，你的车子就变没车牌，没车牌你敢开到马路上去吗？敢啊，当然敢啊。乡间小路，对，乡间小路，如果你不小心撞到电线杆，拍谁？保险公司连一毛钱都不会付给你。听说酒驾也都是一模一样的，那我是建议啦，政府要狠一点。我的建议都被韩国人给偷走了，你酒驾就直接把车没收就好了嘛。啊，如果说我是跟许晶晶借车子，许晶晶借我一台法拉利，哎，他把法拉利给没收了。那对啊，你们去瞧嘛，谢文跟许晶晶去瞧嘛，看要赔多少钱嘛，反正该没收就没收，好，那不关我事情啊，继续哦。所以说，就是因为他收盘小于 AC， 你会发现哦，从礼拜哎，礼拜上礼拜的 PM 盘是先往上拉，先我看看拉起来。可是拉起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奇怪，这群人为什么在放空啊？结果呢，礼拜一台北股市有没有暴跌？礼拜一台北股市暴跌的时候，我本来预测说，来到礼拜二，如果来到这个点，我说你千万不要杀低，千万不要杀低，这是我讲的哦。好，老天为证哦，老天，我说来这个点就不要杀低。结果呢，很不幸的夜水地方呢，礼拜二台北股市根本没有杀低，它是直接跳空的夜水开高。那问题为什么跳开高？因为很简单 ，P 按盘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主力心态是红色。我问你哦，再看一遍哦。他骂的卖骂他们，他们也爽了、啊。反正他们就是每天吃的油滋滋的，错了哦。你们以为主力做手油滋滋的、哦？主力做手每一个人的身材都跟我一样苗条。我身高178公分，我现在体重78.9公斤，没有脖子，很看你们主力哪一个不想活久一点呐、啊？坑杀散户活得很愉快，反正迟早到下地狱的，对不对？越有钱越怕死。对呀、啊，全年最新的广告不是一按就直接掉18层地狱下面去？对啊，所以说主力做手不是油滋滋的，他们是很养生的。可是他养生的方法又跟你们不太一样。你们假设啦，我假设啦，我要吃，我们开始讲医学了。我假设啦，我要吃素，我找素食自助餐厅来吃，结果吃素食的自助餐厅吃完之后，反而变成高胆固醇，因为它油量放很多。对，还有很多豆皮类的。因为我很喜欢吃豆皮啊，豆皮很好吃啊，那不是对身体很好吗？黄豆类，那个应该说那个是加工食品啊，反正加工食品建议大家了，哎呦，我这样不行了，像香肠阿伯会痛恨我了，没有啦，就是大家香肠真的是很好吃，就像昨天外劳呢，他说他等于说从外劳店叫那个，他说牛肉。啊，牛肉的话呢，印尼话叫做沙皮。因为现在我是觉得啦，印尼的，跟我们都讲什么？人家讲这废话。印尼的劳工在台湾目前超过20万人。然后呢，如果说你有空啦，因为我父母老常会跑医院嘛，靠腰，你到医院去吼，你不会讲印尼话很丢脸，你知道吗？你好，至少你要懂几句话，阿巴嘎巴，而且你懂印尼话好处在哪里，你知道？因为马来西亚也讲印尼话。哦，他们语言几乎是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然后呢，马来西亚人最好笑啊，那个什么，要刚没去讲 dinner 啊，dinner 讲料之后要不要打牌啊，然后他们会一下中文，对，一下 Hokkien 话，一下台语，就很像 Singlish 一样、啊、Singlish。然后你再讲个笑话哈，我那天遇到，因为我有很多新加坡朋友嘛，然后听到马来西亚人在讲话，我说，你们新加坡来的。我们不是新加坡人啊，新加坡人没大怕死啊。没有了，后来我才了解说，没有，其实马来西亚人，他新加坡人比较看不起，他们认为他们是优越民种、可是问题他们没有历史我不太懂嘛。对对，他其实就很像澳门跟香港，或是上海跟北京那个情节。新加坡是从马来西亚切出去的吗？对啊，所以我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就是他们两个也有那个情节。好像以前是这样子，也有那个心结在、啊。那个新加坡人没大，我在我是台语在公家认证啊。他们很多国语言哦，客家话也很厉害，广东话也很厉害。没有了，现在好，日本自产完之后，现在要考虑要去马来西亚，因为我以为你要开始学日文。哦，日本不要学啦、啊，去马来西亚自产我是愿意啦，因为马来西亚话你讲台语哪会通啊？台语公益啊，律师，那就袂使学白骂人啊。袂使，你要请律师，lawyer 啊，paper 要看啊，对啊，
没有啦，因为他那个房价，我没有跟大家报告一下，那个是全新的，而且他刚好在 Hilton Hotel 你讲很久，你赶快买啦！我没有空飞去呀、啊，在 Hilton Hotel， 而且旁边哦，走下楼下就旁边就百货公司，20坪含一个车位580万，真的，而且十几楼，很 view。今年你公家股等一下被别人买走了。啊，那个没演没有啦，我朋友我说你是要做 A B N B， 我说怎么可能做 A B N B 啊？我房子不会，房子不租人的，我看你，我招待所都要招啊，没事，来看啊，你们也可以招待所、哦、再一遍哦，看一遍哦，来礼拜一主题现在空哦，来礼拜二主题现在多，你看他妈的，他可以这样玩，哎，礼拜二哦 P M、哎、你自己看哦，晶晶你看他妈你生不生气？礼拜二辉达是先跳水，跳水的时候他妈的他可以做多，就辉达一路喷他一路做多。一路做多，我跟你讲啦，580万主力做手，我跟你发誓，他一天就可以买一成啊！妈的，王八蛋，他这样赚钱的、欸，他是这样赚钱，我是因为太有钱，我根本不在乎那个钱呢、欸。好，来来，所以昨天我做多，来看清楚哦，我昨天做多哈，昨天做多赚了90点，晶晶啊，再看一遍哦，昨天这盘中急杀，你看这昨天盘中不敢嘛，摁头，好，来继续，好，直接跳今天啦，来直接跳昨天预测来。昨天呢，外资买了7168口，我说 Oh my god！ 可是今天我说收盘小 A C 哦，有没有说头剁下来给当一起做？好，来看清楚哦。结果呢？可是哈、哦，我就是要做多，来看清楚哦。先看我们昨天 P M 盘的口讯量，1.59分，还没上节目哦。我说啊，外资期现货会全力做多。老师，你为什么说外资期现货会全力做多？没办法，因为主力心态它是多。哦、所以说我说外资期现货它全是多，可是收盘在小于关键价。好、哦，收盘它是小于关键价、所以说呢，所以说我们改355还有233、小买，然后再加码。好，这个没成交。昨天 PM 盘不杀多不是？有。老师，你为什么不先带我放空？我又回到原点、哦、我如果我股票放空广达、哦，放空光宝科、放空3035智元、我自然会带你放空期货、我不想沦为那种笑柄。哦、笑叫神经病啊，我说过的投顾老师真的很可怜，真的，你看为了百万电子成本，现在又招收不到会员，因为只要融资一减、哦、很多投顾老师靠腰，所以融资增加1亿而已、啊、代表少不完了嘛、啊、不完那怎么骗会员，没有骗不到会员的嘛，骗不到会员的嘛，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说你要去下载我软体，好看，慢慢讲哦。那结果呢，你可以看到、哦、昨天的 PM 盘全部都是绿色的，所以说我355成交、很可惜233没成交，好，没成交，好，来看清楚哦。那么所以说第一趟100点嘛、因为今天主力现在多，好，继续看第二趟哦、我说啊 PM 盘哦，我们的多单哦，我们在388到400获利出掉，可是因为心态它是多340到324还是多，等于说我今天我是采取夹型策略，我不知道哪一边会来，我只知道大盘主力现在多，可是往上急拉来到400我要走，来要走，然后往下急杀来到340到324我要多，可是我不知道哪边先来啊，我不管嘛，我在9:54之后，靠，我没讲怎么没讲，只有讲那么久，没有啦，因为我要让投资朋友了解我的逻辑，是你要了解我的逻辑哦。好，这样90点了，这样90点了，还没完，再来，好，来看到没？主力心态空，哎、欸，等于说没有再强调一件事情，很多小事啊，没有了。我个人是认为就看个人啦，因为我们现在有二合一，因为有些投资朋友他说，小事啊，我那个哈，我在上班的时候我不能拿着笔电到处跑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啊，你很多工人，哎，没事，看韩，没有，韩国瑜了，看韩国瑜的政论节目了。没有啦，你不能带着笔电到处跑，我也觉得不好意思啊。比如说你跟老板说你要大便啊，这大便你那么爱国，老板说你那么爱公司哦，去大便的时候还带笔电去，这样有点牵强嘛。那我们现在的，反正我们现在买一季送一季的方案的话呢，我们两个都有提供嘛。好、哦，等于说呢，你晚上你可以看笔电嘛，回到家里可以看笔电，还是回到家里大便的时候你还要偷偷摸摸。还是因为我知道了，你知道我会因为输太多钱，他老婆更不敢让他入会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跟其他同僚输太多钱，所以说他不敢让他老婆知道。那没关系，你去下载我们手机版，你看哦，手机版一样嘛。你看到主力心态，他从你看哦，主力心态空这样子一叠一叠哈，一叠这样子叠了150几点，只有主力现在从绿色变红色，没有盘子，不是再强调哦，你盘整盘你不出手，你哪知道是盘整盘趋势盘？对，我不出手，我哪知道是盘涨趋势盘？我不知道啦，我不知道。可是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，主力做手每天就只有一个方向，所以说做完第二趟之后，来个第三趟又赚了60点啊，怎样？
因为主力现在多啊，主力现在多啊，真的一天只要一颗鸡腿便当啊，完蛋了，西鸡忘了带，好了，来来来，西鸡忘了带，那就解快点，用打的比较快的，close 大于 AC， 今天那个 FQII 好像卖了2000多口、哦。FQII， 然后减了2600口，如果我记得没好 ，close 打 AC 减完了，忘了贴息，所以说如果假设明天开低，多头会有一个攻击机会。可是老师啊，如果开高了，那开高有分哦，开高如果涨150点，他妈的开高走低才怪，你同意是吧？你开高你可以开高20点、哦、你不要开高个什么100点，你100天以上，大家现在都想卖，连我都想要卖的好不好？好，解完了，所以说哈、哦，没有，再看一遍，再看一遍嘛。这手机版的话，你看哦，16517放空，然后呢，在这边这趟它赚比较少了，这趟是赚5点，它只标记但只赚五点嘛，赚五点，然后这一趟放空的话，它又赚了127点，好、哦，那当然没有我赚的多啦，没有，我逮到多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咚咚咚一直加码，好、哦、一直加码，好、哦，反正呢，我认为啦，找的老师你就找他能拿出证据的，而且他有做预测的。没有，我的预测没有很复杂、啊。我预测昨天就跟你讲说预告收盘，哎，我昨天就跟你预告收盘小 AC 啊 ，but 收盘小 AC 啊。那今天外资卖了2000多口，我跟你预告 but 收盘大 AC 啊。好，跳股票啊、哦，干这些 BI 的股票算了啦，算了。没有，如果说好你们持股上面有问题要来找我的话，我还是拜托大家一件事情，你先问你自己，我叫你出要不要出？就像好，我今天施汉指明要问我2609阳明，你知道我怎么回答的吗？我说基本面好吗？他说基本有利多啊，可是没有单纯就主力现在当时空嘛。可是一个很麻烦地方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知道吗？我要教大家一个技术分析好了。他妈的，阳明破底连量都没有啦，干死定了啦！哦，你一定要杀到爆量，大家更受不了啊！我自杀！妈的！好，我拍手，对不起，杨明，那不干我事，好，我的做法哈，哎，应看要剩下几分钟时间，没有，还来不及解，好，来，看，很羡慕哈，我相信我啦，今天没有啦，可能有老师跑去追什么2363系统，就今天系统机快打到跌停板，我还是老话一句哦，你们能不能专情一点？没有，我今天我承认我有点不专情啊，因为广达，我说真的，叫广达再敲，我不太敢敲啦。对啊，所以现在怎么办？如果手边还有广达人，续报吗？没有，等下给大家答案。好，可是问题至少呢，所以说我今天变了一点心，我跑去买3035资源，还有昨天我们介绍那一档股票，没有资源只有期哦，期不代表我要做长哦，要清楚哦，股是做长，期我没做长哦，是因为期我们赚的很快，有今天资源我期货我买已经赚11%了。好、哦，那广达我们赚1.1倍，好了，那132买没有了，我是觉得、哦、你把我们这种奋斗的精神学起来，干，你没时间考呀，没有，很多我看有没有比较重要的扣讯再念一遍给大家听啊，你看到159还在买、哦、然后没有重点在这边哦，好，我先回答刚刚今天一开始的问题哦，对，昨天广达收盘没有收上空方防守，没有，对，可是我有没有跟大家预告多防守？有，对，哦，好，再变哦，我的 A 片操作 SOP， 它只告诉你一个相对的理论，它告诉你收上空方防守价，它在喷的几率很大。是，前天为什么要买广达期货？还前天大跌，随便划一本，因为广达收上空方防守价，收上一，哎，收233，我都会背，所以说去买广达期货，懂逻辑？懂逻辑？懂哦，逻辑懂，懂哦。哪一次是真的？没有，你至少用我的逻辑下去，它精准度99.9%。好，所以说这边我再加嘛，好啊，那这不重要。所以广达呢，我们赚了800多万，然后光宝科我们赚了150几万。哎，那时候真的，我觉得这种过去也蛮嚣张的。哎，跌停打开，那时候光宝科在133，我在还在加码。所以说这是为什么你跟我操作的好处就是在于这里。好，然后呢，当它跌破了一个多方防守价之后，我就是跟你讲说直接会来到2211，结果它真的往下杀。那往下杀的好，开始来该卖的时候就会卖哦。这一个礼拜一 ，the day is so important， 这个礼拜一叫做8月14号。8月14号呢，就是广达要宣布法说会的召开法说会。
然后法说会呢，当然呢、啊，我说过的，你看投顾节目那是个标标准准看图说故事、嗯、如果法说会好开低走低那叫正常励志不是这样吗？法说会好开低走低叫做正常、嗯、那法说会如果好开高走高也叫正常、嗯、那法说会啊，法说会的不好的开高走低、哎、开低走高他说反应库存结束、嗯、干你妈全都投本来开低走低叫做、哎、开高走低叫利多出尽，好，开低走高，那就叫做未来展望好。然后呢，开低走低，那叫利多出尽，干话一堆，绕口令，没出息的一群人。看，哦，我现在蛮感谢非凡，我已经把时间又 切短了。真的，真的，好，好，我们这样五分钟不行的，快，赶快。那广达现在怎么看呢？接下来，你们。没有啦，我没有啦，有的会员真的很可爱，说老师你连长点更好打知名度，我不要知名度啦，你们要赚钱就好了啦，赚钱就好了啦，来来，慢慢来来哦，233.5，嗯，结果收239，好，收239，我还跟你讲哦，好，可是好，问题重点来了，嗯，面对法说会，难道谁规定我不能跳水？可以呀，那天也是这样说嘛，可以呀，是，没有，你今天来上我课的好处在哪里？嗯哼，你今天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 picture。你有几来做清楚的皮克球哦哦，哎，没发生，没发生，直接开平高，好，好，所以说那时候，哎，那时候我跟你讲说，我买期货嘛，好，期货来看清楚，礼拜一我买期货了，期货看清楚，我看清楚，我买在230哈，哎，我有空再教你们怎么看，好啊，期货就这样子简单好了，230哈，到我算到261就好了，我不要，因为我出门的时候是261啦，好，我一张赚31块钱，可是期货哈，你只要按一口。就是两张、嗯，是两张，不是一张，是两张。他帮你成交两张、嗯，他算两张、嗯。然后呢，我的一个保证金哈，保证金是598000。保证金你们自己去 Google，不然你打电话问你的营业员，营业员哦，到营业员。那么我就把64000，等于说我赚了64000，因为我成交两张，一口是两张、嗯，一口是两张。我一口、哦、好复杂、哦，今天会复杂吗？反正就是你按下去就两张啦，啦啊，你按24张啦，按照你按到三嘞，你按到是100嘞，你又赚翻了，你有200张狂打，干你赚翻了。想想所以这时候会喜欢胖手指就對，对、欸，想不想按个100？你要赚翻没有？保证也很便宜耶，保证也便宜耶，对啊，他59800，59800，10张也才59万，100张也590万。那如果你知道590万，你可以赚590万，不用一个礼拜耶，要不要？哎，不要不要，这3天的，3天而已。你老公爱死你，那手边要先有590万才行。你老公爱死你，可是你要跟你老公分手，没出息，我自己赚比较快，真的好坏哦，好坏哦，好坏好坏好，来来来来来，这没有了解我专业，来再看一遍哦。这是昨天哦，这不能胡乱啊，没有，今天你收到数字应该一模一样了、哦，一模一样，这不能骗啊，骗要下地狱的好不好？325，3035资源，然后3231伟创，等于说我说过空方防守价 AI， 包括3235资源，还有3231伟创，结果今天最低低点325块，刚好资源325块，厉害吧？厉害吧？哦，看绩效太多，没时间讲。好，继续讲下去哦，继续讲下去。哎，这些你手中这些，我全要去干，没有，看你要问我，这些赶快问老师。哦，没有啦，继续烦恼就是。不是不是，你先把股市操作 SOP 带回去，你先、没有，我可以帮你解，可是你先告诉我它的起跌点怎么判断，是、很重要哦。股市操作 SOP 带回去，好，好，来来来。那么昨天跟你预告这支哈 ，NVIDIA 回答好。昨天买这边、昨天买这边，今天喷还是喷，小喷啊，小喷啊，拍谁也是赚钱。嗯哼，没有，你现在哈、哦，我如果你试驾去追什么广达那些，我不能讲不道德啦，因为那些股票它本来就在轧空啊。现在我们也知道 ，NVIDIA 它的法说会是下个礼拜8月23号，礼拜三要召开的嘛。所以说呢，你大概在礼拜四的凌晨，因为礼拜四你不要这边看法说会，不要那么无聊，你不要吃饱太闲哦，不用睡觉，你就凌晨的时候，你早上起床，非凡就会跟你讲说 ，NVIDIA 盘后盘大涨或是大跌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，滑一下手机就好了。对对，滑一下手机就好了。我是觉得啦，这家公司的话，我还会再买啦。我还在买，因为你要找到这种公司哈，你说它的毛利率高达33%，而且月营收连续3个月都成长，毛利率代表33%，然后营业利率很高，代表什么？那你看哦，广达甚至于包括伟创，它的毛利是8.52跟7.55，
代表说呢，很容易进来抢单呐、啊，因为组装就组装嘛，啊组装、嗯、啊组装就丢给他，或丢给美超为组装、嗯，然后到时候的话呢 ，NVIDIA 甚至包括数字都是一模一样，谁能够提供比较好的品质，而且价格比较低的话，就给他代工，就胜出对。好可怜，台湾到时候都被打工仔，没事。二、家公司的毛利高达33%，就今天喷出去，今天是喷小喷，不要叫小喷了、啊。对，这一档股票，我找到另外一档股票。这家公司也很奇怪，你知道，这是摁头，哎，这又是摁头，又是摁头，又是摁头。可是它的营业利益率还有毛利率成长80%、哎、而且它是所有 AI 股票当中净值比，哎，股净比最低的哈，股净比最低。等于说你尽量朝这个方向，第一个像这种基本面，它马的世界无敌好的，或是它的营业利益率成长80%的股票。好，更重要的重点、哦、一定要搭配多空防守价。我给大家建议、哦、因为现在股票不输期货、哦，这种他妈的波动很大，波动很大，而且很快，很快。对啊，對难道明天智源他妈的不能开盘让我赚30%之后不走，到时候变赔20%？会哦，有可能、哦。现在那么像那么乱跳乱跳的，所以这是为什么我需说你需要具备另外一。部分的专业，那不论如何啦，还是给大家一个良心建议，直接去下载我们的软体，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。反正一季的费用服务你一整年，而且一天只要一个鸡腿便当。我们的电话号码02-2392-3988，永远相信事前预告才是真的。好的，非常谢谢谢文分析师哦。刚刚如果导师提到的那这几只股票是谁哦，能够比较看好的是谁？赶快股票啦，对，赶快直接请教老师比较快哈。好，明天下午的2点钟，请您持续锁定未来世界部，我们再会了，拜拜。